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毅啊。然后，下面是一首我的单曲，然后叫做《久违了》，送给在看此视频的你。然后，请记得多多转发，多多点赞。然后，感谢每一个人对韩毅的支持 ，ID 是27688。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，或许自己才能了解苦衷，一颗心慢慢的成熟，一个人冷静后成熟，太多话选择沉默不说。或许只有夜深人静时候，或许只有寂寞让我轻松，一张张陌生的脸孔，一句句冷嘲和热讽，都不是该却步的借口。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什么值得，就算只有一个人又未尝不可，我有权选择自己生活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放弃也算是另一种获得。我直到现在才知道怎样解脱，就算我要的未来漫长而曲折，我有权忠于自己选择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终于挣脱别人眼光的枷锁，就为了快乐。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，或许自己才能了解苦衷，一颗心慢慢的成熟，一个人冷静后成熟，太多话选择沉默不说。或许只有夜深人静时候，或许寂寞让我更加轻松，一张张陌生的脸孔，一句句冷嘲和热讽，都不是该却步的借口。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什么值得，就算只有一个人又未尝不可，我有权选择自己生活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放弃也算是另一种获得。我直到现在才知道怎样解脱，就算我要的未来漫长而曲折，我有权忠于自己选择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终于挣脱别人眼光的枷锁。我直到现在才知道怎样解脱，就算我要的未来漫长而曲折，我有权忠于自己选择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终于挣脱别人眼光的枷锁，就为了快乐。